到肾结石，你会想到什么？三鹿奶粉、三聚氰胺，还是那27万因为食用三鹿奶粉而患上肾结石的孩子？肾结石到底是个什么病？肾为什么会长结石？肾结石对身体都有哪些危害？哪些人更容易得肾结石？得了肾结石该如何检查？怎么治疗？这一专题，肾毒君不耍花枪，不玩套路，为那27万的小患者，也为更多的肾结石患者，扎扎实实来个肾结石专题，走起！目前，我国成人肾结石患者约有6120万，什么概念？粗粗估算一下，就当中国总人口15亿，差不多每25个人中就有一个肾结石患者呀。肾结石偏爱青壮年，尤其是20到40岁的你要小心了。肾毒君，用数据吓人可不是真本事哦，赶紧说说肾结石都有些啥症状。肾毒君告诉你，痛就一个字。走，牵着肾毒君的小手手，去看看肾结石患者的日常生活吧。老感觉有个小拳拳在捶我的腰，难受。一没运动，二没干重活，却像搬了500斤的砖，成天腰酸背痛。腰背钝痛、酸痛是肾结石患者最常见的症状，一般来说比较轻微。扣个篮，扣！我勒个去！谁在背后用螺丝刀挖我的肾？梦见正要跟我爸亲亲，哎呦，感觉肾被拧成了麻花，满床打滚。一手按着腰，痛痛痛；一手扶着马桶，吐吐吐，感觉身体被掏空。肾绞痛是肾结石患者发作时最主要的症状，经常在活动后、睡梦中搞突然袭击，痛得非常厉害时，还可能伴有恶心、呕吐的症状。肾毒君，你净瞎说！上周单位体检，我都查出肾结石了，一丁点感觉都没有啊！你是观众，你最大，你说什么都是对的。的确，有些人肾结石真的是什么感觉都没有的哟。不过千万别高兴得太早，一旦痛起来那就惨了。呵呵，痛起来再说呗，不痛就不管了。肾毒君想说，不把肾结石当回事儿，你很傻很天真。不安分的结石整天在肾里头晃荡，分分钟搞出个感染了，肾积水了，不好踩的什么肾功能不全了，尿毒症了，最后搞出个癌症都是有可能的。肾毒君，连癌症都搬出来了，我治还不行吗？乖啦，不过肾毒君提醒你，治疗肾结石的路走起来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呢。刚出院一个礼拜，这又开始痛了，来得比大姨妈还勤快。B 超、吃药、手术，这里几百，那边几千，存款哗啦啦的走，眼泪哗啦啦的流。肾结石容易复发，千万不要以为不痛了、治好了又开始作了哟。祖传秘方：7天排石，纯中药，不手术，30000块还你一身轻松。有些肾结石患者害怕做手术，拿偏方当救命稻草，一头扎进坑里。钱被骗倒是小事，健康毁了那就得不偿失了。其实呀，说这么多，肾毒君只想强调两点。第一，对于肾结石，该检查就检查，该吃药就吃药，该手术就手术，最要紧的是健康呢。第二，看病找肾毒君，治病记住找正规医院哦。肾毒君，道理我都懂，可我就纳闷了，好好的肾怎么就结石了？我一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，身体里怎么能长出石头来？结石到底是从哪里蹦出来的？小猫把鱼种在地里，希望能够长出更多的鱼。小猫能不能种出鱼来，肾毒君不知道。可是肾毒君很清楚的知道，是谁把石头种在了你的肾里，让你的肾长出结石来的。超炫酷的知识，下集不见不散哟。